古人也有话，说子不教，人心坏了。啊，家不齐，社会乱了。啊，今天这个社会就应了这两句话了。子不教啊，谁去教？父母不教。父母都要工作啊，把儿子家里雇的佣人让他们去教到儿女变坏的时候后悔莫及中国古人有所谓教儿婴孩从哪里要起小孩一出生就要教他啊，那么今天的小孩啊，用人也怕麻烦的啊，他怎么教呢叫做小小孩看电视啊，叫小孩玩电脑那小孩就乖了不闹了那么电脑里头电视里头叫做什么杀盗淫妄几乎全是负面的啊，正面东西没有啊，全学坏了，这你怎么办？无法拯救啊。啊，我们想了拯救之道，还是要用电脑，还是要用电视。啊，把电脑、电视的内容改变过来。啊，播言出去的纯净纯善。也许很难救。除这条路之外，可以说没救了。为什么？今天世界上人口这么多，你要是想来教学的话，要需要多少老师？啊，老师真正教学，学生太多了不行啊，照顾不到啊。